因为他有就是烘嘛，对对对，烘来的时候，也就是盐来的时候，不醉的也起波浪嘛。哦，啊，所以等到那个什么，这三个烘过呀，起波浪，他会不会再沉底下来？嗯，伊嘛是会回归大海嘛。所以在告诉我们说，当你一个起心动念，其实的是努力。外来的就是刚刚说让你很不舒服的，你的心才会起波浪起涟漪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说修道是要让我们的心如果起涟漪，如平静心如那个掌握我火火越挥毫越定还是小概括的，不是轻轻安尼一直的啊就白起条，还是就脸色就马上变了。其实我们修道也是在修这样，哦，阿弥陀佛吧，哦，就是因为有这个缘，所以才会有海浪，啊，海浪回归了以后，那就回归到自信的啦，比你大海，所以海浪哦，要大海是一不是二，哦，波浪跟大海是一不是二，所以也叫做跟我们的妄心。刚才您都有看到起了一个妄心，所以妄心跟我们的自信也是一不是二，即使看你动它都要批一个两年了，马是越妄心马是越心有真如本性做上心出来，哦，到这里应该 都知道了，哦，还有，哦，这里前面有一句像念福泽，哦，福泽无何事，念者念何物，无者无二相，这个二相我好像没有听到你们谈出来，这个二相代表什么？二相没有人讲到这个二相是在说什么？空有，空有，空有，是什么？是二元相，有二元对立，二元对立，没错，有二元对立，啊，所以呢？我相一定就会有人相，和这两达中五卦五法一定会有我相，我相出来的他一定会是有人相，他众生相就是一个群体，众生相这个是这一些人比较多数的群体所结合的嘛，因为我觉得众生相啊但是呢是这个人很多个，就像我们晚上这样，这一些哦，刚才譬如说，啊，这个是用众生相的狭隘，因为它是比较多的心理。啊，这个受者相哈，这个受者相的是在积功。如果我们因为遇到了某一些事情，在你心上你没办法放下，一直都是很。执着，哦，你一直很执着的话，执着的越久，你的受折相就越深，受折相越深，他就把它带到哪里去？那呢，哎呀，是储藏失去。因为比如说你出去玩，你拍的相片，啊，你觉得很好看，你就会把它储藏。
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做你自己了，把它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这个是根本，这个就是道了。那刚才呢还有帮观众，我想变的时阵，咱的身躯咧，这个信心就已经衰来了。